3月15号，刚刚曝光的黎明新女友阿 Win 又被爆出猛料。有媒体拍到阿 Win 挺着已经有6个月大的孕肚，从黎明家外出选购婴儿床以及新车，逛完街后又回到了黎天王家。照片中的阿 Win 虽然看上去穿着简单，但眼尖的网友却发现这一身穿搭价值并不菲。与之前的照片对比，阿 Win 确实圆润了不少，微微隆起的腹部孕态十足，看来51岁的黎明将在狗年迎来自己的宝宝。芒果捞新闻，4大天王的小孩总算要聚齐啦！报道。